专注核心科技，追求卓越品质，以诚信为基，聚创新力量，树行业标杆。16年锐意发展，终成行业一级。保定雷福流体科技有限公司争做行业领跑者，为流体传输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提供创新的精密泵类产品。今天的雷福始创于1999年，地处经济重地河北省保定市，地理位置优越，交通运输便捷，拥有现代化厂房，120多人的生产团队，是一家集精密泵及相关流体配件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全产业链企业。公司在2010年已顺利通过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，先后获得河北省创新基金支持，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。在市领导和科技局的重视和扶持下，雷福进入了企业发展的快车道。雷福人以数十款蠕动泵产品为依托，注射泵、齿轮泵为辅线，致力于解决客户遇到的各种难题，为客户提供精准稳定的流体传输。低脉动设计、流量闭环控制等技术让这一切成为可能。雷福的产品让用户拥有了全新的体验，从驱动器到泵头，对每一款产品精雕细琢，简洁大气又不失灵动与时尚。彩色液晶和触摸屏技术的融入，实现了直观简洁的操作。业界最高速的微处理器带来丰富功能的同时，给了使用者更大的扩展空间。雷福同时拥有针对实验室和工业环境分别设计的两个大系列产品，广泛应用于农业、生物技术、超滤、化学工业、环境保护、制药工业、印刷工业、水处理等众多领域。公司目前已取得多项国家专利，主要产品均通过欧盟的 CE 认证，为走出国门扫清了障碍。达者始于创，创新为企业发展之源。雷福人的创新不仅是因为领先的技术，更是源于事业中的自我苛求。他们凭借丰富的行业经验和超前的设计理念，潜心于产品的研发与制造工艺的提升，产品的综合性能处于国内外领先水平。一个好的产品，除了有好的设计，还要进行科学严谨的形式检验。雷福的研发人员对每一款新产品逐一进行可靠性实验、环境实验、低电压安全实验和电磁兼容试验，有效保障产品的设计质量。公司还建立专用的产品实验室进行基础性研究，将好创意、好点子迅速转换成生产力。依托丰富的产品资源，雷福可按客户的特殊要求定制产品，为客户提供最适合的 OEM 产品系列。客户高度决定企业高度，雷福用16年的坚守赢得尊重与合作，先后与清华大学、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等单位进行合作，产学研三位一体，成功开发多个项目和产品。数种高科技含量产品带动企业良性健康的发展，科技研发与创新是雷福的发展之源，更是雷福领跑行业的核心动力，必将成为雷福规划未来市场版图浓墨重彩的一笔。竭者始于承担，成为行业规则的制定者。做让客户放心的产品是雷福人的使命，从原料采购、产品组装、技术调试、烤机老化，到产品入库，再到出库发货，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关人员进行层层把关、严格检测、细致毫厘，实现了每一件产品的可追溯性。先进的 6S 管理系统，整理、整顿、清扫、清洁、素养、安全贯穿所有生产环节。
公司用高效的管理艺术打造出最具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团队，搭建起从研发直通销售的高效通道。雷福用良好的服务架设深入客户诉求的满意桥梁，唯有将精益理念深化到底，方能成就完美品质。合理的产能和大量库存，保障持续的市场供应。一流的设备造就一流的品质，正是因为对产品力求完美、孜孜不倦的追求，雷福建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。雷福的产品销往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俄罗斯等众多国家，用户遍布全球，覆盖面超过80%，每年参加数个国外大型展会，跨国合作与交流让雷福的品质理念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。完善的售后服务是企业运营的重要环节，雷福全天候24小时电话支持和72小时快速维修通道，免除了客户的担心，为客户在最短时间解决问题。拥有团结、高效、拼搏的管理团队是企业良好发展的根基。雷福的管理者们用他们的饱满热情感染着每一个员工，和谐的企业文化造就和谐的工作氛围。在雷福这个大家庭里，每一个人都是兄弟姐妹。根植沃土，花正红，风劲扬帆正当时。雷福引领行业，更将创新行业，媲美国际的尖端产品，绝对领先的市场占有率，永不止步的创新业绩，跨越式发展的成长轨迹，必将开启流体科技行业的新时代。